鬼相声越讲越阴森。大家晚安，我是屠龙刚。今天来到现场，除了那个不要脸的杨森达持续跟美女搭配之外呢，其他几位都是下流，都是老搭档，老江湖了。既然是老搭档，今天的表现要非常的特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观众朋友呢，我跟你讲，标准会比较高。哎呦，因为你们在一起搭档都不是一天两天，我们有人像我们一样是从头第一天到这一天，我们有换过搭档，我们没有新搭档过，没办法。丑跟秃虎是不是光武来第一组，欢迎杨森达、曾志熙。是的，好啊好。志熙 baby， 你有没有出过国啊？我有没有出过国啊？嗯，我当然有出过国啊，我世界各地都跑透透。哎，啊，你有没有旅行的时候换过房间啊？哎，我之前有参加鬼灯奖的时候，我有讲过，我有换过那一次的房间，超可怕的。那我今天我也跟你分享我那一次换房间的经验。哇，你也有遇到过？有一次我去巴厘岛玩的时候啊，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手头紧，所以我买廉价航空，所以我到那巴厘岛的时候已经是大概半夜两三点吧。你难得出国度假去玩，你干嘛这样亏待你自己啊？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啊，飞机就只是一个运输工具嘛，你就是到那边之后再享受无所谓嘛。嗯，所以我挑了一间很厉害的饭店，它是新盖好的，然后呢 villa 里面游泳池、什么按摩浴缸都有，应有尽有。但是我才刚住进去，就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嗯，什么事情啊？正常的饭店服务人员，他帮你把行李拿到房间之后，他通常都会装忙一下，就是啊，假装环顾一下四周，但事实上那个空档是在等你给他小费。哦，对。但是我那天碰到的情况是，他帮我把行李拿到房间之后，直接说 Thank you sir， 直接转身就走了。怎么可能？好奇怪哦！我当下也觉得很怪，我就想说，那就隔天如果还有机会碰面，再补给他就好了。因为当下我已经太困了，没有时间想这么多事，所以我赶快就想说，哎，那我等一下泡个澡好了。泡个澡？对啊。你一个大男生干嘛泡澡？我还泡澡。我就把那按摩浴缸的水打开，那个水就开始哗这样子，然后走回房间的时间，我还把那个音乐也顺便打开。嗯，我这时候躺在床上躺着，然后想说闭目养神一下。我发现我听到的不只是饭店的音乐的音乐的声音，然后我还听到那个浴缸的水声的声音。嘘，但我听到第三个声音。第三个声音？我隐约听到有人这样在泼水的，唰。会不会是真的有游客在游泳池那边戏水啊？我那时候半梦半醒间，我想说应该也是这样，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半夜两三点谁会在游泳池旁边玩水啊？对啊，怎么可能呢？嗯，后来我想说，哎，好啊，我就先睡一下，睡一睡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有水滴到我的脸上。住高级饭店还附 5D 立体环绕感官享受，竟然还有水滴在脸上，更惊悚的故事马上回来。后来我想说，哎，好啊，我就先睡一下，睡一睡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有水滴到我的脸上。滴到你的脸上？你的饭店漏水？我打开眼睛看到天花板，完全是非常正常。然后这时候我摸一下我的脸，真的是湿的有水。不只是我脸上有水，我的视线这样顺着往下看，发现我的身上也这样陆陆续续有很多滴这个水痕，一路从这样子滴到我的脚这样。水从哪里来啊？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当下我很害怕，我直接跳起来说：“哦，我现在睡了多久的时间啊？”我看一下浴缸，大概水大概放到三分之二左右，表示我才睡大概两三分钟左右吧。然后我就开始看，找一下我房间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这时候我在找我刚到饭店的时候的拖鞋，就发现我的拖鞋竟然莫名其妙跑到我 villa 外面的阳台外面，跑到阳台。
可是你没有去到阳台那里。我还没有去过阳台啊。啊，我起鸡皮疙瘩了啦。后来呢？我就想说先把拖鞋拿回来啊，我就把玻璃窗打开，手一碰到我的拖鞋，我鸡皮疙瘩起来。嗯，整双拖鞋是湿哒哒，好像被谁穿去刚玩水一样。好恐怖哦！发生这么多怪事情，你怎么还不赶快换房间呢？其实我看到我的拖鞋在阳台的时候，我已经打电话给客服说我想换房间。但是他跟我说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大半夜的已经没有任何空房。也是。所以他就说希望我可以待一个晚上，隔天再想办法。我就想说好了，那我就忍过今天，明天再落跑。啊，那你还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我就把电视打开，想说让房间热闹一点，吵一点这样。对。我的胆子其实算是大的，你如果发生偶尔这种一两个这种小小奇怪的事情，那倒还好。嗯。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了，你如果让我真的看到，我才会觉得受不了。你该不会有看到什么吧？对。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把电视机打开吗？嗯。电视在开始播着那种当地的我听不懂语言啊节目啊，这样播一播。浴室突然传出啪水声。水满了。对。因为我刚进饭店的时候，我把浴室的水打开，结果现在水开始满出来。嗯，这时候我赶快到浴室里面，想说要关水嘛，整个浴室都已经那个雾气腾腾。嗯，结果我就顺着浴室的视线看过去，发现浴室的窗户上面竟然有很多正反的手印，印在我的那个镜子上面。手印？很多手印。怎么可能会有手印印在那里啊？就当我凝视着其中一个正中央的手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印竟然越来越清晰。而且开始慢慢的往下拉，拉出了5条很清楚的手指的痕迹。好可怕哦！就在这个 moment， 我后方的浴室的那个浴池啊，竟然啪，水大量的涌出来，好像有人突然跳进去一样。这时候水喷得我满脚，结果我发现喷在我脚上的水，竟然不是热的，不是热的，冰冰凉凉的水。喷得我满脚，不是都是雾气吗？对，我放水的时候放的是热水，它喷得我满脚都是像是户外游泳池那种水。这时候我就鼓起勇气往浴室看过去。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个中年人，穿着米白色的衬衫，然后还有一条西装裤，面朝下的这样飘到浴室，就这样飘着一动也不动。那你怎么处理？我还处理嘞，你以为我抓鬼特工队哦？那怎么办？我就直接把行李赶快收一收，就赶快绕跑到那边说我要离开啊。嗯。但是最奇怪的地方是，饭店人员完全没有说什么你什么押金啊什么要留下来，没有哎，他直接护照啊所有的钱就说哎呀 sorry 就一直道歉，道歉完之后就让我走，钱全部还你。对。那你运气算好的哎。我觉得他们八成是知道他那间房间有问题，所以想说我碰到了就不为难我。后来我就想说，我就上网调查一下，哎，这饭店到底怎么回事？嗯，后来发现我住的不是一个全新的 villa 吗？对。结果它是改建，它之前我住的饭店的那个房间的位置，曾经淹死过一个人。淹死过人？当地新闻还闹很大，所以他赶快改头换面，想说就没有人知道。你也太衰了吧！哎，你说你之前也有一次饭店换房间碰到鬼？对，我有换过一次。我这次我也换饭店碰到鬼。那这都是我们两个单独出国的时候，对不对？对。那下一次，不妨我们两个一起住，你觉得怎么样？不用吧？可以的吧？应该不用吧？你是想要浮在水面上，是不是？你醒来的时候发现很壮的，外号阿强的，把你压在水上。对。大哥是对的。第二组，在我们节目中搭档了许久。然后呢？总是以赖皮见长的两位，一个吴尊，一个伊森，开始。我有朋友阿翔，上个月在泰国乡下买一间房子，但是搬过去住之后，晚上一直失眠。那他失眠的原因是因为很常听到怪声音，譬如说摸墙壁的声音，像这样。或者是撞到电视的声音，以及可能移动冰箱的这种声音。但是每一次阿翔起床把灯打开以后，
根本就没有东西啊，家具也都是原封不动。奇怪，好吧，是我多想了。正要睡的时候，声音又来了，怎么这么烦啊？甚至到后来，他也听到有那种木头家具被挤压的声音。那除了家具被挤压之外，还有那种水管感觉有东西一直穿过去的那种声音。可是他摸遍所有家具都没有找到说有什么动物啊，或者是有什么奇怪的异状，什么都没有看见。现在心里想说，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吗？还是耳朵出了问题呢？所以他二话不说，隔天就去找医生检查。医生在他的耳朵里面拉出了这么长，全部都是像头发纠结在一起的耳垢。想说天哪，耳朵怎么长这种怪东西啊？但是既然已经挖出来了，应该就不会再长，没事吧？回到家也没有多想，却发现一天一天过去，怎么开始肚子越来越胀，越来越胀，最后再跑回去医院那边给他照这个超音波检查。从这个超音波检查里面，感觉好像肚子浮出了一个人脸。出现人脸也太奇怪了吧？于是他想说，应该是自己看错。后来回家之后，就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想说放松缓和一下心情。看着看着，他就听到唰唰，怎么会有脚步声呢？那声音好像是从浴室那边传过来的。于是他想说，哇，该不会家里遭小偷了吧？他就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走到浴室门口，把灯一打开，什么人都没有。他很奇怪，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却在浴室地板上看到一步一步一步又一步的脚印。可是他刚刚进来都没有洗过澡啊，怎么可能会有湿湿的脚印呢？接着他马上听到他的右后方出现好像东西在蠕动的声音，他便马上往后一看，他发现有个长长的黑影就在墙角。所以阿翔他马上就往这个马桶后方检查，可是马桶跟墙壁中间只有这么窄的缝隙，怎么可能会有东西从这中间穿过去呢？所以阿翔第二天的时候决定整个晚上都不睡觉，死命盯着他的厕所，如果这次再发现什么动静的话，他一定要立刻冲进去看。果然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后，那个怪声音又出现了。这个时候他立马冲到这个厕所，就灯一打开，竟然发现马桶旁边出现一个人。那个人长得很奇怪，感觉像是不自然的扭曲，好像是体操选手一样，90度、180度、360度，全身都扭曲在一起。阿翔看到这个吓呆了，因为那一个黑影，那个人缓缓的往他的方向移动，他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突然那个黑影唰，很快速的穿越过阿翔的身体，而阿翔只感觉到一股凉意从脊椎一直到头顶，然后那个影子就不见了。所以隔天阿翔马上跑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有撞过鬼的经验，他朋友问他说，那你这些声音这些怪事大部分都是从哪边传出来的？阿翔说好像都是从浴室那边。朋友就说啦，这就对了，我觉得你家浴室不太干净，你应该回去好好彻头彻尾检查一遍。阿翔回家的路上心里还在嘀咕，哇，这下子装修这个浴室不晓得又要再花多少钱。结果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奇怪，为什么门口地板湿哒哒的，感觉水一泼一泼从这个门缝里面冒出来。结果他一打开门以后，哇，傻眼猫咪，整个家具都泡在水里面，房间变成汪洋一片，而且水还不断从这个浴室的方向一直冒出来，一直冒出来。他发现厕所里面能冒水的东西都拼命在冒水，像莲蓬头、水龙头，甚至是马桶，一直不断的在冒水，而所有的排水孔都被一个黑色像是头发东西给堵住，就有点像是
他一开始从耳朵挖出来的那种耳垢，他马上打给水电工，请水电工来处理。结果水电工一到之后，开始检查他的墙面，检查管线，检查到后来哦，他就发现，嗯，这块墙后面怎么空空的？他就把它打，把墙打掉之后，他发现墙的后面竟然有一条这么大的蟒蛇在墙的后面，而那个蟒蛇奄奄一息。后来水电工想说，你这面墙离真正的水泥墙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等于说这条蟒蛇可以在你家随意自由的爬来爬去。阿翔一听，瞬间明白，原来他晚上常听到磨墙壁的声音，可能就是因为这条蟒蛇在墙壁爬来爬去的关系。阿翔对着这只大蟒蛇一脸无奈，这只蟒蛇看起来奄奄一息的。当他仔细看这蟒蛇的时候，蟒蛇突然动了起来，嘴巴不断地吐出舌头，而且竟然缓缓地还爬向了他，感觉像是要对他做出一些攻击的行为。当阿翔随手拿出一个马桶刷的时候，这个时候蛇又停下来了，感觉这条蛇好像又再度断气一样。阿翔就这样子跟这条蛇对峙了十几分钟，好不容易终于等到这个消防队赶到现场。消防队一到，发现这条蛇跟之前处理过的状况完全不一样，这条蛇肚子异常的肿大，感觉好像里面塞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就拿电锯把这条蛇的肚子剖开，一剖开竟然发现有一具女孩子的尸体在这个蛇的肚子里。阿翔觉得这一个尸体好像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后来消防人员跟法医还有警察把这具尸体处理完之后，就把蛇以及这具遗体通通都带走。当天晚上阿翔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被蟒蛇吃掉这个女孩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很生气地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被吃掉了。这个时候阿翔想起来了，原来是之前他在赶着这个上班的路上，途中被这个小女孩拦下来。小女孩对着他说，哥哥哥哥，我刚刚玩球不小心把这个球弄到草丛里面了，这个草好高哦，我不敢过去捡，你可不可以帮我过去捡？可是阿翔想说，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天生怕草呢？嗯，于是他就拒绝这个小女孩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赶着要上班呢。就当这个阿翔骑摩托车才隔没几秒，突然听到一声小女孩的尖叫声。阿翔觉得有可能小女孩是受伤跌倒吧，因为赶着上班的原因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去上班。而那个女孩实际上是被一条蟒蛇给吞下去了，本来女孩可以获救了，但因为阿翔见死不救，导致她的灵魂附在那条蟒蛇上，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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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了阿翔家，想要找阿翔报仇。后来听说阿翔就这样一直梦到这个女生，精神也开始变得恍惚恍惚的，而且看到人就说家里面有一条蛇，而且肚子里面还有一个人。家人拿他没办法，最后只好把他送去精神疗养院，据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如果哪一天你们家突然出现了一条蛇，不要怀疑，赶快打119。你戏演得不错吧？你眼下那扭曲在我们看，扭曲18090度90度180度180度1440，哇，变成赛博。我觉得那条蛇演得也很好，吐舌头，大蟒蛇，吐蛇，吐蛇，这是变态。回去哦，谢谢康哥，谢谢康哥，这老搭档就是老搭档，真的是默契真好。好，接下来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接下来这一组也是老搭档，哎呦，哦，
就是演艺圈怎么会有人取艺名叫做多余的？这很奇怪。那你还姓曾，叫曾多余？但不要小看他，人家买房子。啊！赚多六十平，六十平。欢迎曾子瑜跟哎呦，谢谢包子大王阿松。哎呦！哎，不是，你脸这么臭干嘛？你有心事啊？是这样，我在烦恼一件事。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就是他跟一个女生非常要好，每次的女生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就会对他塞奶，然后这朋友呢就会去帮他嘛。可是等我这朋友想更进一步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就发好人卡给他，把他隔绝在外。我就觉得哇，怎么样才可以帮他追到这女生呢？帮他哦，哎，我最近知道泰国有来一个师傅，他好像会一些降头，然后不是有那个爱情降吗？听说很有用，我们一起带他去吧。下降头，你卖脑啊啦吼，那个不可以啦。不是，是下爱情降哎，我不是说找那种去害死人养小鬼的。我跟你讲一个我大学时候发生的事。我大学的时候呢，有个学弟，他呢跟我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他这个人就很喜欢搞一些降头啦、巫术啊、下蛊这一类的东西。他甚至痴迷到在大学里面，他还去成立了一个暗黑世界超自然的社团。然后呢，他成立了社团之后呢，他三不五时啊，他还跑到那个查拉奇的旧货摊，他很喜欢去上面呢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老东西、破东西、烂东西。有一天，他就在旧货摊里头找到了一个大概这么大的盒子，四四方方的，然后呢上面都烂掉，还贴胶带。哇！一打开之后，他欣喜若狂啊。里面呢写了一些泰文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下降头的方式啊，还有一些什么传说。哇，他感觉要挖到宝。他当天呢就把这个东西呢买了之后就冲回宿舍研究。你学弟也太奇怪，怎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啊？结果呢，他当天晚上呢就在宿舍拿着东西看着看着睡着啊，竟然做噩梦。做噩梦跟拿那个东西又没有关系，不要硬扯啦。他跟我说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房间，然后呢他来到那个莫名其妙的房间里面，就有一张餐桌在正中间，他坐在餐桌的这一头，结果另外一头呢竟然出现了一个苗条留着长头发，然后身上穿着水蓝色洋装的女生。重点是那女生拿了一锅东西，就这样走着走着走到餐桌旁边放了下来。我那个学弟他一闻到味道，他就觉得哇，这东西好香哦，他就很想吃。他说怪咯，脑袋一想着好想吃，那女生就看着他，然后呢就主动盛了一碗，然后就放到他面前。我学弟一闻那个香味，哦，那你就胖啊，你马上咕噜咕噜咕噜稀里呼噜的吃起那个粥。他吃的正开心的时候呢，吃着吃着就突然觉得哎，好有刺刺的，喉咙就刺刺的，然后接着又咬到硬硬的东西，他就把它吐出来放在桌子上。结果他发现那个东西是红色一片一片的，很像塑胶的东西。他到底吃到什么？他就把那个碗啊拿到那个灯光下面一照，我的妈呀，那一碗哪是粥，里面竟然是一坨一坨的头发跟一片一片鲜红色的指甲。又是头发又是指甲，我觉得他已经是看太多那种降头的书，所以才会做到这种梦。一开始我这个学弟他也觉得会不会是做噩梦，对啊，然后他当天就是醒过来之后呢，他也再也不睡。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就不信邪，又一直去研究那些咒语啊什么的，研究到天亮。等他去上学的时候呢，刷牙刷着刷着，呸，没想到他吐在洗脸台上面的那个泡泡里面，竟然就有他昨天晚上吃那一片一片红色的东西。太夸张了吧，他梦里的东西耶，怎么会出现在现实生活？我学弟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也傻眼，这怎么可能？然后我学弟说他整个也不知道，他就慌了，然后接下来他就心神不宁的离开家里，离开宿舍去上课，就去到学校一整天呢，他也不知道教授在讲什么，每一堂课都在发呆，要么看着天花板，要么看着地板，要么看着窗外。结果他就在下午的某一堂课的时候，他又盯着天花板看的时候，他看到天花板的那个横梁后面竟然伸出了一双手，一双惨白的手。重点是惨白的手呢还有鲜红色的指甲涂在上面。接着
那个手呢就翻过了那个横梁爬了出来，然后手的尽头竟然垂下了长头发，出现了一颗头，那个头就是他当天晚上梦到的那个女鬼的脸。等一下等一下，他会不会是因为没睡好所以他自己睡着，他不知道他又在做同一个噩梦啊？我也是这样骂他啊，我说你白日梦啊，他说他确定没有做梦。为什么？他说他正在开始发抖很紧张的时候，教授突然骂了他的名字，然后说同学你干嘛盯着天花板发呆，一直看一直看，看什么东西。他被骂了之后就回神，然后一回神之后那女鬼就不见了，他才知道他真的没有睡着，因为他是被教授骂说他睁着眼睛，然后女鬼一消失之后他整个更慌。不是啊，这样听起来你朋友好像中邪，他会不会被下降头啊？当天课程一结束也不去打工，他冲回宿舍把那盒子拿起来看，他不看哦就算，他一看之后细细的看，而且这次他不是晚上看，他把灯打开仔细看，才发现里面呢有一些咒文啊，有一些咒语写的地方是那种深褐色的咖啡，咖啡色，感觉是用血写上去然后干掉的颜色。然后呢他又仔细看了一下那些咒文，然后这次他又用 Google 翻译了一下，发现那些咒语啊写的竟然就是一些爱情降头，一些让人呢被爱情迷昏或者是养小鬼的一些降头巫术。哇，我这学弟越看越心慌，就没想到他翻到那个最后一张纸的时候他整个傻了。干嘛？他不会是看到女鬼的照片吧？不是，他在最后一页的那个咒语上面，他除了看到那个我刚说像写字一样的那些咒语之外，他还在被诅咒的人名那一格里面，他看到他的名字被写在上面。我的学弟整个吓到尖叫，然后整个开始全身发抖啊！怎么会这样啊？而且他颜色看起来是刚刚才写没几天哦。然后他吓到把所有的东西跟那个盒子都丢到那个宿舍房间的最边边，然后接下来一整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他过了一天两天，他白天都在晃神，打工也在晃神，然后回到宿舍就是张着眼睛告诉自己绝对不能睡，这样撑了好几天。不是，他这样子撑他撑得下去吗？那个时候我跟学弟是一起打工的，然后呢我也发现他都没有睡觉而在晃神，我就跟他说那不然找了一天下午，我跟他说那你就去房间里面休息眯一下，傍晚的时候我才叫到他。就没想到当天傍晚我去休息室叫他的时候，门一打开他背对着休息室门口在睡觉，我走过去靠近一看，这下子换我傻了，他的手他的衣服全部都是血。我的妈，他割完了啊！我想说他怎么会在上班的时候割完，然后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去，你知道吗？然后等到医院经过一些紧急的处理，他醒过来之后，我就骂他，我说学弟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你才几岁你就做这种傻事？结果我学弟他说他竟然不记得他有割腕这件事。怎么会这样啊？护理师讲了一个事情，我跟我学弟两个人汗毛直立，全身发抖。他说什么啊？他说我学弟的那个痕迹不是从外面割，感觉是从里面割出来的。从里面割出来？对，怎么可能从里面割啊？所以就傻了。后来我们就在急诊室等到那个护士小姐说她确定可以离开的时候，我就跟我学弟呢离开了医院，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我认识一个公庙去找那里的师傅。没想到我都还没开口，师傅转过来看到他就叫我学弟归队，然后叫他一路从庙门口爬到神明前面。结果师傅就说话了，那个女鬼是一个香港人，他是做那个特种行业的啦，所以他就去学了一些降头术，想说透过这个方法哦，让客人愿意花钱在他的身上。事实上，他也因为这些事情赚了一大笔钱，只不过没有想到后来哦，他学了更邪恶的那些咒语，就最后反扑到自己的身上。有一天，突然他就发了疯，割了自己的腕自杀，还用鲜血在房间的墙壁上面写满了咒语。所以当时你朋友看到的并不是红色的指甲油，而是鲜血粘在他的手上面，尤其是指甲的部分。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好可怕，就问说那师傅，我学弟怎么会被女鬼缠上？我觉得哦，他应该是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你们赶快回去找一下。
我那个学弟马上就想起了他从那个旧货摊买的东西，他马上冲回家，然后呢把那个旧货摊里的东西带来，然后拿给师傅看，结果师傅说没错，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诅咒物品到底是从何而来？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怨念？稍后告诉你。学弟马上就想起了他从那个旧货摊买的东西，他马上冲回家，然后呢把那个旧货摊里的东西带来，然后拿给师傅看，结果师傅说没错，就是这个东西。师傅说就是因为我学弟照着上面的咒语全部都念了一遍，梦里的时候女鬼又把那碗粥用她的头发跟指甲熬的粥拿在他面前让他吃了下去，整个降头就完成了。哇，那怎么办？可是我很喜欢吃粥哎，那不然你以后改吃包子好了。阿松包子不错，我们开了三家店。打广告啊！哎，收团费啊！真的收团费啊！真的收团费，谢谢。但今天表现非常的好，谢谢康哥，谢康哥，哎，回去好，谢谢康哥。我带上去。好了，以上三组讲完。哎，这个时候呢，各位有没有喝水的啊？上厕所的、啊？什么啊？没有啊，这是精华、啊。所以我说你们年轻艺人就不要急。怎么了？这些事情要赶快做完，因为等一下他们一上来，这个精彩度，让你真的是拍案叫。尤其是尿尿，对，牙膏你擦了，真的，好不好？这组是谁呢？当然。好干土虎，光丑一点，光、okay, 帅帅，没关系没关系，你们俩上来。你们介绍一下。如果你把鬼故事当故事在听，它就只是一则故事。如果你把鬼故事当作鬼故事在听的话，那么它就会是鬼故事。欢迎收看《跟鬼打》。街舞呢，其实跳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每当你一次正常完美的演出的背后，其实你要花非常多时间去练习的。那我从小学开始接触舞蹈到现在也十多年了，只不过我在几年前开始慢慢的放弃了练习跳舞这件事情。我一般来讲都会跟大家说我可能没有时间练习，其实上是因为也有胖了，但是也是秃头，丑也秃，没有。主要就是因为，在我几年前的一次练舞经验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让我放弃了舞蹈。早期在跳舞的时候，其实场地很难找，然后我们又是学生，没什么钱，没有钱租场地，所以练舞的场地不外乎就是一些不用钱的广场，像是中正纪念堂啊、国父纪念馆啊，或是某些车站等等的。那每个地方练舞的人都很多。像我们就是以舞会友，结交新朋友。只不过我第一次去找这个车站的时候，因为我是耳闻地点在哪，所以我就去找的时候，我骑走错路了。我走到一个车站外面的一个小公园去，然后走到奇怪，这看起来不像有人会跳舞的地方，所以我又在走来走去之后，停了一下之后，突然让我跟我朋友就看到一个瓶子，这样咔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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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来，就滚到我们脚边。那瓶子是一个啤酒瓶，那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啤酒瓶哦，它是一个。破掉一半，就有些那种破裂的痕迹，所以我朋友一看就下意识就把它踢开嘛，觉得这种东西靠近我们会受伤，就把它踢开。但没想太多，我们就找到正确的车站练舞地方。那边练舞很酷，因为我们第一次的经验是我们在那边练舞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到说，基本上我们在练习以外，它也算是一种表演，因为人来人往，很多人在车站经过嘛，地下街这样经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你在跳舞的过程中，很多观众在看。只不过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很常做一个动作。如果你在跳舞的观众朋友，你应该知道，练像 breaking 朋友们，你在练的时候，你会很常做一个是蹲下来这样，不动，蹲下就这样跪在原地这样。他不在偷懒，他在休息啊，因为每次偷懒体力很大。那休息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观察四周的周围长什么样子。我就从第一天观察到大概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观察到这三个礼拜来，一直有一个陌生人。每天只要有我在的时候，他都会躲在不远处那一个墙，然后露出他的右侧边，大概就一点点，
好像是在偷看的姿势，朝着我们这里看，就这样看。那为什么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呢？除了说他同一个人之外，他穿一套西装啊，很显眼的西装哦，就穿在那不动，他这样看。那因为有一点距离，就看不太清楚他真实的脸孔，所以就只是觉得说，哦，他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就这样一直在看我们，一直在看我们，就想说他到底要干嘛？但我就当作是他喜欢跳舞，所以他在观察我们。车站可以开放练习的区域到晚上十点钟，大家就必须要离开，因为就要关起来。所以有时候想要多练一下的朋友呢，就被迫必须得离开，或是找其他的地方继续做练习。哎呦，想不到没过多久就有人回来回报说，哎，附近有一个公园，中间有凉亭，很适合练舞，而且又有不用钱的电可以插，重点是不会吵到人。于是我们就一行人都出发跑到那公园去。一到那个小公园呢，其实一看，哎，果然附近没什么人啊，而且没有什么住宅区，所以大家就很开心，就找了个插头插了，可以用，也有电，那也有灯，感觉不会吵到人，所以那天就很开心，我们就可以啊练到凌晨。只不过我们大家都是练舞跳舞的人嘛，大家都是明耳人，但是我们所有人大概八成以上的人都听到说，我们在对拍的这个拍子，对音乐这个拍子，它跟我们听到的不一样，感觉它有两首歌。在一起啊，换了一首歌之后，还是一样的状况发生，感觉就是啊，拍子好杂啊，奇怪，怎么一直觉得有小小的声音，拍子的声音，啊，感觉是我们练太久，好累啊，所以我们好，那今天先练到这里，我们就先离开。然后呢，要离开的时候，我跟那朋友包包一背，准备要走的时候，后面有一棵树啊，树旁边就听到那种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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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就是那种玻璃瓶一样。玻璃瓶的声音，叮叮叮叮叮叮，我就回头看一下嘛，哎，回头找不到玻璃瓶，那找到什么？找到一棵树。那找到树有什么好稀奇的？不是，找到一棵树，树旁边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一样露出一半的身体，这样就在看我们跳舞。然后我们已经要走，还在那，也不出来。我想说他到底是怎样，是跟踪我们还是干嘛？那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那你也不会想上前跟他攀谈。那就在那边犹豫的时候，我朋友就拉了，哎，走走走，叫了车来了啊，我们就上车了，那天就过了。隔天晚上，大家在车站练完舞之后呢，又来到这个小公园。大家经过大哥说明之后呢，变得开始在观察四周那个怪异西装男的踪影，因为如果他是想跟我们大家一起跳舞的话。是 OK 的，除了他的西装不方便之外呢，其实其他我都不反对。好的，就跳着跳着，就有人讲说，哦，要去那个买饮料。那买饮料那人回来，他就说，哎，你们知道吗？这个地方不止我们知道，哎，旁边有人在练。我们说真的吗？他说对啊，他看到有人在那边练折腰，折腰就是地板动作的里面一个姿势啊，一只手撑着，然后，总而言之，就有人在那边练折腰。他就是这个动作。是这样，好不好？还有人在那边练头转，没有，没有人在那里练头转。OK， 对，就这样的动作，走过去看呢，哎，我们想说，好去看看，说到底是谁在那里也一起跳。如果真的是人很少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跳，就是一起跳，以舞会友嘛，或者是 battle 一下好玩。就会循着音乐声，果然有听到一点渐渐小声的音乐声，所以我就跟我那朋友这样走过去听听看看看，果然。走过去，哎，好像有个地方，感觉有人在跳的那种感觉。不过，怪的是，它这个音乐的旋律听起来不像是 breaking， 就是街舞的那种 hip hop 的感觉。它是一段歌哦，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那就没有什么无感的音乐。那仔细一看，这四周也没有灯啊，没有灯的时候就看到也更不可能有人啊，我就说没有人啊，你在骗谁啊？他说有，我确定，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这边跳舞，也有音乐。我环顾一下四周，我才突然发现，哎，这个地方很眼熟。什么很眼熟？这个地方很像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在找车站的时候迷路的那个小公园。因为我走到这个地方嘛，我说啊，就是这个小公园嘞。想说，哎，我们第一次就迷路就迷到这，对不对？突然间，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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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滚出来一个破碎的啤酒瓶，又滚出来。然后看那个啤酒瓶，我在想一下说。这个巧合有点太毛了，你跟原本那个啤酒瓶一模一样，裂痕啊，然后把手啊，然后跟环境一模一样，然后人也一样，就我跟我那个朋友，想想啊，奇怪，有点毛，要走的时候，我突然又瞄了一下远方那个流动厕所，流动厕所旁边浮出一个人，是谁？就是那个穿西装的人，一样露出他一半的身体，这样看着我，我说哇塞，是怎样？他在跟踪我们吗？他是？对我们有仇吗？
突然间他做了跟以前不一样的动作，什么动作？他这一次直接走出来，一半的脸，一半的身体，穿着西装，啪啪走出来，没走出来还好，一走出来，你看他左半边的脸全部都是血，左边的衣服西装全部都破破烂烂了，而且他不止左边的脸是血，上面还有很多玻璃碎片在脸上。一直看着我们，我说完蛋了，要不是遇到杀人魔，我们就遇到鬼了。拔腿，我们就往回我们跳舞的地方直接跑回去。想不到回去的时候，原本大概七八个人在跳舞，只剩下一两个在收东西，而且这两个人看起来比我们还要慌张。他们一看到我们进来就说：“你们怎么还在啊？叫我们赶快走。”我们当然就很疑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们刚刚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其实音响就没电了，然后走来一个你说的穿西装的那个人，问我们说。”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那他们当然是回答说没有啊。结果这个时候，他左半边的额头开始流下大堆的鲜血，然后就往他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大家要走了，我们也要走了，你们赶快走。好，先走，离开这里再说。我们从那天开始离开了一个多礼拜以上。就没有放学都没有去练舞，就这样放了一个多礼拜都没有去练舞。想说好，我们就先让这件事情不要那么密集的练习，搞不好那些人那个是神经病，最近在出现在那而已。一个多礼拜之后，我们回去练舞，而且我们不是去公园练舞，我们到车站，回到车站练舞。车站顶多到十点要收了嘛，要打烊，人来人往，很多人不会有事了吧？好，我们就回到车站。九点多的时候，九点半快九点四十的时候，就已经没什么人潮了，大家都是去赶车搭捷运，在那种商店的地方练舞的地方已经不会有人了。我那朋友说要去上厕所，就先去嘛。厕所一个人也没有啊，上完厕所然后灯很昏暗，走出厕所门的时候，啪，一个人在他面前，身穿西装，就是那天我遇到那个人。我朋友吓了一动也不敢动，他看着他这样。那西装男就问我朋友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然后我朋友不敢讲话。那西装男又再说一句说：“我在找手机。”然后我朋友就傻傻了嘛，愣住了，就点点头啊。这个时候那个人都是很完整的一个人，他说。哦，他说我在找手机，你打我干嘛？就问他说我在找手机，你打我干嘛？他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一样从他的左边额头开始流出大量的鲜血，然后衣服西装就在他的面前开始啪皱烂掉，破烂掉，飙掉。然后我就让他，我那朋友就看到就傻了嘛。正好那个时候我也要去上厕所，我走过去看到我朋友在厕所门口，他在干嘛？他在哭，然后脚在抖，可是他的面前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我就走过去拉他嘛，我就问他说你在干嘛？他就支支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我就先把他拉回去，因为他家住我家附近，我就沿路安抚他，然后陪他回家，一直到隔天。隔天到学校，他才跟我讲他遇到的事情。讲的时候，学校的舞蹈老师其实也在场。老师听完之后就说呢，其实几年前要办一个高中联合舞蹈发表会，但是后来停办。联合舞蹈发表会和这个满头鲜血的西装男有什么关联呢？我们马上回来。隔天到学校，他才跟我讲他遇到的事情。讲的时候，学校的舞蹈老师其实也在场。老师听完之后就说呢，其实几年前要办一个高中联合舞蹈发表会，但是后来停办，原因就是因为某间这个舞展的高中学生在车站练舞的空档到公园去偷抽烟。那离开的时候呢，发现手机不见了，回去找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喝醉的中年人。这个中年人手上拿着空酒瓶。不分青红皂白，一下就往他的左脑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他敲完之后，因为这个人倒地，所以他右半边是在地上的。那个人就一直打他的左半边，所以把他左半边打得稀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只有左半边是烂掉的，而右半边是好的。那他的全身都是玻璃碎片。那这件事其实有闹上新闻，导致当年的联合舞展就停办。而那个学生因为当时是正在彩排的时候去偷抽烟，那他们那时候的表演服装就刚好是西装。听完这个事情，我才联想到非常有可能那个学生是因为死得不明不白，然后在找是凶手是谁的时候
我的朋友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踢到了他丢出来的那个空瓶子，导致那个死者认为是我朋友是凶手，于是一直缠他。然后也从那一次到现在，我的朋友再也没有接触跳舞，而我也离舞蹈渐行渐远。所以这故事要告诉大家说，很多不是你的东西，除了不要捡之外，最好连碰都不要碰。谢谢大家。是的，骚扰了吧？我在这边要呼吁各位年轻人，是练头转一定要戴安全帽，否则会秃头，是光头。这就是最好比较少一点，就戴起来。你也蛮危险。坐坐坐，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讲很好讲很好。那个希望这一次你们那个能够操作126啊，谢谢。130130130，我们的粉丝团，我们一定要坚强。坚强！啊，四组都辛苦了，今天谢谢大家。Yeah.